大的年轻人创业，就应该大力支持嘛。谢谢教授。 不是，我是明贤创业基金委员会的，你申请的创业基金啊，已经通过审批了，你尽快来学校签字办理手续。哦哦，好。怎么样？今天面试通过了？明贤创业基金会给我批了创业基金，不是你帮我报名的？ 你真以为我帮你报的名？怎么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热心肠？哼！Hello，给我吧。小凤，他创业基金下来了，咱们今天要吃穷他。好嘞。哎哎哎！你把我的小肥牛画掉干嘛？ 手切跟机器切有什么不一样？吃到肚子里的都是蛋白质。那我那个大明虾，你给我划掉干什么呀？这家海鲜不新鲜，你多吃点菜吧。咱不是说好要吃穷他的吗？你知道创业基金有多麻烦吗？这是我的劳动成果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苏明，这你的钱吗？你做主。我听他的。 服务员，你好。你帮我上一斤狗粮，我要蘸柠檬吃。狗粮？蘸柠檬？我帮你。我没听错吧？多少年了，你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啊？以后你做饭，我都帮。 那，你去把这个娃娃菜摘干净。怎么弄？你把外面的叶子摘干净就行了。这个挺臭的。你好了吗？就等你的菜下锅。 外面叶子都摘掉了，你出去吃饭啦！嚯！哇！我不客气了。哇，嗯，好吃吗？嗯，小峰，我要是个男的，我当场就把你娶了。这是我家。 你出去，不是，慧姐，咱们要命好吗？别这样，来，哎，吃饭吃饭，哼，哦对，谢谢，哼，好，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哎，对了。 你吃药了吗？吃了。真乖。这红酒酸的有点牙疼。我这个菜甜的我嗓子痒。嗯，吃饱了吗？嗯，我们做饭，他们洗碗。啊，算了，他们是客人。对啊，听见没？我们是客人，女主人都发话了。嗯，那我洗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也是客人，我们做饭，他们就该洗碗，是不是？ 行吧，行。
那我们一起吧，这就干。 给我吧。好的。